嘿，大家好，我是自动国最好的销售员达达利亚公子，你可以叫我小公子，哎，也可以叫我老公。今天啊，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中原最大的食品公司浩之伟之有限公司。中原杂碎，好吃不贵。他首发的产品是派门宝 1.0， 哎，它到底有什么令人发指的功效呢？有请一月商业总负责的宁光大人说两句，大家欢迎。掌声在哪里？他好，我也好。脚步暖暖的，疼痛远远的，那个不痛，夜夜轻松。不光如此，他还治好了我失眠难的症状。一位哲学家说过，读书用时方很少，每天一个派门宝。还有一句话说的是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。下面有请双方队员登场，左边的就是来自门德城矿工头子尼古拉斯凯亚，右边是来自全瓦特最帅的最有魅力的达达利亚公子，也就是本人啊。本人现在已服用了派门宝。好的，比赛开始啦，双方你追我赶，互不谦让。但很快啊，尼古拉斯凯亚快不行了啊，他快要倒下来了。但我们看看达达利亚公子，他还在奔跑，他还在奔跑，他的体力竟然如此的强健，他不再是那个十秒男了，他是我心中的真男人。哇塞，天哪，他居然往回跑了，太强了太强了，派门宝太强了。你们还在等什么？大家赶紧拨打订购电话，两个币，三个币，四个币。顺便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，浩之伟之总部决定特向广大旅行者征集投资，凡是点赞评论转发的分别记一股，投一个币的记两股。对于我们这么有潜力的公司，你哪里找？我们还会推出派门宝 2.0 攻击版本，派门宝 3.0 防御版本，你们还在等什么？走过路过，不要错过。